请收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，孙莹莹公司大了，孙莹莹公司大，真有可能啊，妈，真有可能。那安尼，你提出去底啊？那一钱，那一秒钟，不是干那咱遐尔，大伯甲摕来钱，啊，厝边隔壁摕来钱，拢伫咧因的公司，拢多了了。该做就应该做呀！对啊对啊，该做就做呀！哎哎，你那是伫咧创啥的啦？我已经出来啦，还喊咱钱啊？你唔知哦？真夭寿哦！看我的钱安尼，我是要哪甲阮哪交代啦？是啥钱？对啦对啦对啦！歹势啦，我嘛是拄则才知影这代志，我一定最叫俊言吼，给你一个交代。歹势吼，大家歹势。歹势对，还有钱天天从咱来赚来钱呢，啊？我知影啦，啊，我一定叫俊言想办法还您啦。歹势，一定给你一个交代啦吼。阿妹，讲了这，变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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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嘛是调岗的，我嘛是变的家，我嘛是搞这间厝的处理第一有人比啊。可是尊严公司，我嘛是叫倒的啦。卖假啊！我就是只要我们家自己，卖假啦！大家有听到？啊！我尊严一定给你一个交代啦，拜托你，我不是真心的变的。我今天来偷钱啊！啊，偷钱是没事啊。妈啦！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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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钱嘛拢放伫尊严公司吼，大伯啊，我替尊严跟你认识你。好啦好啦，咪怨啦，我相信哦，尊严袂用赌钱，伊一定有发生啥物代志。嘛唔知影，那一下变成安尼，规家卡大家咧欢欢喜喜，准备甲办尊严甲秋萍的婚礼。那你知影，你一直拢无好奇。天公伯啊，唔知是要来责备我，我还好日子过，我是个足歹命的。你莫，你莫阁伤心啦。大家哦，拢足无闲赌钱啊。啊，俊玲哦，也想想要讲代志，唔过才大条。我实在真对不起大家，足对不起你，足实的。咱即马咱莫讲想遐啦，大事哦总是要解决啦。啊，咱要好听哦，不如大家心平气和嘛，啊，坐来讲讲哦，好还要紧。那是你啦，别人无一定参与你安尼想啊。医生，你啥人哦？真客气，这是阮应该的错。医生。秋萍，医生安怎讲？妈，医生讲爸已经危险了，一定脑筋。好，妈，妈，别话，来来来，秋萍，跟我坐啦。妈，我是做什么事情啦？哪有这款代志的发生啦？我是做什么歹代志？妈，你太紧张了。李婉，秋萍啊，讲拢无唔对啦，你爱家己爱较坚强的啦。但我即摆当拢无啊啦，当拢无啊，我不是来试试的，我来试试的。奶奶讲，我感动就衰啊！秋萍，阿母，阿姊，哥，阿母，咱家的物件拢去用小姐牌。遐个人足恐怖的，我足惊的啦。秋萍，
啊，佮有啥物工课需要我做无？我顺多谢你，你会当甲阿哥甲我斗出来，才有种安样。多谢。咪管啦，我看安尼啦，恁三个归去，咱拄仔我迄工作，吼，佮再讲花样啊，啊咪讲一两工就会好啊。啊，你家己的身体哦，你嘛爱顾好，啊阿大阿妈无可能定住喺边个对无？吼，换来我阿大啦。 真多谢你，阮实在是真对不起你，你顶多无叫阮，阮要甲阮斗相共，实在真多谢。好，莫再讲啊多谢，烦恼嘛是爱过日啦，啊心情放较开哦，安尼啦，吼，莫阁伤心啊啦。 凯瑟，凯瑟，凯瑟，俊玲啊，俊玲啊，我，凯瑟，你若变到安尼啦，都人要来甲讨钱，我讲我无钱尔，哦，都甲我妹妹讲你唔食囝，我真正要无，要泡你哦，老十年工过，你看我真正甲某甲哦，皮也袂上工老啦，俊玲啊。 那即摆，担心是不是规个拢去了了？对，该见规个拢去了了。我当讲无唔对，当时凭啥物要做当书记？原来要滴，根本就是一个人头尔。你即摆讲的，是不是我昨日讲的？伊在做啥？迄个啊？就是，还佫有一个人。 什么人啊？赵新义，迄个啊，伊两个同国的哦，吼，够好，仙乐，仙乐，伊要欺骗我的感情啊，无再我对伊遮好啊，我恨你，我恨你啦，啊！你莫哭啦，你不说有连我查某咧哭啦，出来啊，我唔敢，我真正爱伊嘛，啊！ 你莫哭啦！你不说有连阮查某咧哭啦！俊玲啊，我唔敢，我真正爱伊嘛。我叫你莫哭，你无听伊哦。啊！即摆要安怎啦？别安怎？咱可能真紧就去王国啦。而且咱也亲戚朋友所寄人的钱，可能我讨袂回来。啊！俊玲啊！ 你讲的讲，咱也是拢摕不倒转来啊！靠靠靠！你即摆才会晓哭尔，阿勇啦！你为了精神，他讲你那么想，我嘛，咱两个以后是变安怎？啊！阿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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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 秋萍，秋萍，秋萍，你讲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知影无？你刚提起的钱，拢全是咱亲戚朋友辛辛苦苦存起来的辛苦钱，你这就是要我向人交代啊？你讲啊！ 你听我讲，我的心肝内嘛足着急的啊！秋萍啊，我后底较急啊！我咱遐亲情五十个钱拢欠我投资的公司，即摆钱拢去了了啊！我只是啊，当去要得原地赔啦，我啦！啊！恁那着急有啥物路用啊？恁若经过迄想个办法来解决代志啊！你知影无？拄着亲戚朋友拢来安倒讨钱，嘛来将歹听，害怕。 害怕的时阵，已经长老金了。
望我会记我的一生只有你，我也记在心内。海宝，你这已经长老筋了。阿爸有要紧无？你有要送病医无？这阵昏迷不醒，唔知影啦。你讲有要紧无？不是我，拢是我，我哪这么不好？还有个你阿爸，我想担这款的罪过。我甘心，我甘心，我真心甘心。你这阵这么甘心，有什么乐意？爸也无法度恢复健康。水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你是安怎让代志变成安尼？害你这钱，你到底是摕阮倒位去啦？你的公司到底是安怎啦？为什么你开出去的票，哪会讲跳票就跳票？为什么？我知影原因都有啊！你唔知影原因，你本来也唔知影原因啦！你就是你讲一句唔知影原因，代志就准煞心！你讲啊，你讲啊！酒店啊，拜托个，你莫叫出人啊，好无啦？我骗你，咱遐亲戚朋友拢来阮家骗我，你讲，以后阮厝的人是要哪面对遐亲戚朋友？你讲啦！以后我做人是要哪面对我那些亲戚朋友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秋萍，我甲家世嘛是被害者，阮两个拢叫人骗去啊！我嘛是等于甲公司关大门的锁换掉，我才知影出代志啊！你不讲，甲你讲，安尼是足可笑的。恁公司的大门用换掉，恁竟然唔知影？咱遐亲戚朋友，遐尼啊四年，甲钱交互你，你竟然无好好共看好势，你哪会搁来得过？你讲了对，你骂了嘛对，是我对不起所有信任我的人，是我拖累大家，也无叫你重视。我绝对无希望看到代志发生，可是我老年的出气，就是死我嘛袂愿意发生这款代志。对啦，就命啊！我才出命啊，嘛不是刁工在发生这款代志啊。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是要叫我安怎相信你？秋蝶，我即马干哪有你哩啊？你一定爱相信我，你一定爱相信我，秋蝶。我嘛有想要相信你啊，不过你知影无？你足糟蹋咱遐亲戚朋友对你的信，你是要叫我哪相信你啦？我知影，发生这款代志，我让你失望，嘛让大家足失望的，秋蝶。我真正足艰苦的啦，真艰苦，是要怎跟阮爸妈比？水，你成绩不好的，我问你啦，你以后是要怎去面对咱爸妈？你以后是要怎面对咱遐亲戚朋友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是，我是无面当见啦，你对我敢要真计较点无？我唔对，我阿爸讲的无唔对，我唔知影金蛋，明明够十金蛋尔，我明明去打十金蛋，不管我的失败，我全力收回啦，我是大家的罪人，我欠大家，我会想把我囝，一世人害明了，我有死来讲害。而且我还无资格要求你来原谅我，我罪该万死啊！你英子无？你我也讲煞，你妈妈过啊，你用走，我该走你无听哟。
秋玲啊，你袂你走的，呀你袂你走的啦！秋玲啊，你气消了你啦啊！那你应该红骂的啦，咱秋玲啊骂咱几句啊，你嘛是应该啦！你哦，你袂你怪伊走的啦！杰森，既然人都怪我走，我有点要创啥物？秋玲啊，拜托的，你听我讲啦！我即摆甲俊玲啊，已经强烈起痟啊！我发生这代志哦，我压力足大。你拜托，你来原谅伊，你莫甲伊计较啦吼。走。哎，阿仔，叫伊走啦。叫伊敢无愿意相信我，对我留伊当家要创啥？哎，志明啊，志明啊！妈，志明，你是见啥哟？你咧徛台要创啥？紧去啦，紧甲约转来啦，去啦！我甲你讲啦，你若无约伊转来吼，你会后悔啦！你是查甫囝咧，你爱让伊甲叫咧。你忘了记一日，你是要结婚的阿公阿母呢？不过呢，我甲周平的婚姻是无可能举行。就算讲周平伊愿意嫁我，阮阿爸甲阿母嘛袂同意。而且我也无伊内面当伊娶某，无一点我也袂踏入去故乡。都把我叫我们怕死！你这里，你敢讲我比你更艰苦吗？是啊，侬，是啊，我对张世民这里啦，这里啦爱，是啊，伊要欺骗我的感情啊！啊，是啊，乱是啊乱，对，我唔对，人讲一句话，讲上当哦，但是都人心啦，我恨你，我恨你啦！你搬走啊？啊！我搬走啊！这边啊，爱走偌久啊？昨有一个使变色的查甫人，将伊带走了。啊！使变色？对啦，就是抓那个大帅，我唔对啦，你带伊走的啦。这么子吼，迄个使变色的，是毋是先说 A 啊、B 啊，挂一个目镜？我唔对啦，伊去叫张小姐赶紧走。哦，讲话阁真大声的。哦，差点那么跟冤家起来呢！这装啥啊？明明，这我唔对啦，我。果然是错蛋，我小狗公，想要卖较早听阮阿爸的话，我真够是装甲起来唔正经啦，也无工作经验，也无读偌济书啊。人平常无缘无故要来逮捕我，何做当署长？原来是利用我。龙队，错当的哦，不但是利用你，万一伫咧利用我计杀的啦。俊良，啊，那咧咱免怎？咱会真惨真惨啦！到底是偌惨啊？会有真侪人来找咱讨钱。到时阵咱阁用过。啊！去啊！我都无想要我啦，我啦！袂使，袂使！你先咧气笑笑，你安尼先创啥啦？你看啦，我人啊，钱拢啊拢无啊啦，我都去啊！你若说你死，代志就咱解决了啦。你死了，你欠人遐钱甲人情，够侪咱顺路刷哟。好啦，就算讲你安尼死，你敢对得起你家己的良心？阿兰嘞，咱以后变怎？只有行一步算一步。去啊！我去啊！我。全世啊！我流感无良心，我计使哦，哎呀，你害死啦！啊！